听不懂的话，我要谢谢你嘿 <laughs>，我都因为吼，我嘛是自大概国小要读册进前，都嘛讲台语。念国小之前都在讲台语啦，然后突然上了国小之后，老师讲袂使讲台语，敢若会使讲北京话，那无都爱去用拍，我爱去用罚钱，所以迄个时候就开始吼，就刻意的遗忘自己会讲台语，啊，然后到后来在北部工作。 那北部又是中国城嘛，所以从头从早到晚都要讲北京话，所以北京话就越来越溜。你叫我讲哈三天三夜的北京话，跟人家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有在上课啦，在北部帮一些呃企业哈他们在做一些呃咨询的工作，那所以你叫我三天三夜讲北京话我都可以，但是你叫我讲一个小时从头到尾都要讲闽南话，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啊，我们不像我们那个潘老师，他可以三个小时全部跟各位讲那个闽南话，这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请各位见谅啊。啊，那我们刚好有人听不懂，啊，听不懂闽南话哈，所以我们都讲北京话，让各位听得懂，也请各位见谅了。我会尽量啊，如果可以哈，我会尽量讲到用闽南话讲哈。那很奇怪哈，哎、欸、哎、欸，麻烦一下，上课我们手机先关机。 没有，等一下那个老师要讲很奇怪，然后就接不下去了。这是真的啦。我我们常常在大型的演讲哦，三四千个人演讲，如果每个人手机都在响哦，我根本讲不下去啊，因为一直被打断，一直被打断，都忘记自己要讲什么。那个本来一个上课有一个那个逻辑啊哈，然后一打断以后，尤其是年纪越大以后啊哈，各位常常在讲说我哎不要讲说我哎在很多人面前不要讲我年纪大，但是我可以比较自豪，我小朋友已经念大学四年级了。对啊。 真的、啊，在东华大学念四年级啊，啊，最小的虽然只有国小六年级了哈，哎，落差很大哎。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问哦，你们比较安静哦。每个人说、啊、老师，你老大跟老幺差这么多？我说没有，其实没有差很多，我每个小孩子都差两岁，哎，所以就知道我有很多小孩，真的啦，真的啦，我这些小孩都是都可以验 DNA，嘿，都是性连，嘿，都是我的小孩。 <laughs> 这个诶、欸，我们不予回答 <laughs>。好，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是什么？每次很多学生都会问说，说很多童心都会问，老师你们发给我们一堆讲义，然后这些讲义哈、哦，跟你讲的内容都没有什么接在一起啊、哦。那我们今天上的课程是什么？我讲的课程哈、哦，内容哈、哦，我们的网路上绝对找得到，我们后面的书也找得到。 我们的题目哈，在跟我们的内容都很连结的。我的题目是什么？从战争史看台湾的地位嘛。从战争史看台湾的地位。那为什么要谈战争史？战争史到底又有什么区隔跟分野？啊，开始跟各位报告，我们哈现在学会了以后啊，你会发觉，你突然醒过来了。你醒过来，你会觉得说，哦，原来台湾的历史是这样。 你很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外面，哈，有一群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台湾人。各位知道什么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有一个小女生，她被抢匪哈绑架了，劫匪绑架把她绑架了之后呢，竟然那个绑匪哈把她从小养到大，然后他觉得那女生蛮漂亮，因为娶了她做了老婆，呃，当老婆生了小孩，有一天。 绑匪被抓了，小女孩也终于哈、哦、找到她的父母，然后她的父母跟她讲说：“你老公是坏人。”她跟她讲：“我老公不是坏人，他是好人，他照顾我，还把我抚养长大，我还为了他生了小孩。”这个就是很标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哦！本来是加害他的人，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岁月。 他最后觉得说，这个人不但不坏，他还是一个大好人。六十九年前，有一群人来到台湾，啊，他本来只是哈，代为占领台湾，代替美国占领台湾，啊，那时候他是一个坏人。六十九年之后呢，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把他当做好人，因为他照顾我们长大，好玩钱，好玩家，哈，好玩探集。 啊，让我们可以衣食无缺。但是我的长辈们都告诉我他是坏人，然后我跟我长辈说不是，他是好人。这就是标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你们上完三天的课，你们很高兴的想要去跟你朋友啊，那些得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本土台湾人，你要跟他讲说台湾的历史不是这样子，中华民国是坏人，他会跟你讲你生病了，哎，你讨个便宜。所以我们要用方法。 任何事情要找方法，不要找借口。我们用方法，慢慢的去改变它，去影响它。好、哦，那我会透过一些真实的这些呃内容，让各位知道，我们可以去跟他思考。那通常哈、哦、人就这样子，你通常跟他讲，你突然跟跟跟你的呃、欸、跟你的好朋友讲说你老公哈、哦、劈腿了，他会相信吗？不会相信嘛？你不要乱讲话。他还跟你讲说劈腿的女主角就是我，哎、欸，那更惨所以那个哈、哦。 通常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一刚开始，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需要时间呐，真的需要时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了，我也很惊讶。就我所学的，小时候蛮认真念历史的、啊，怎么可能？中华民国是我的，呃，这个生我长大、养育我的一个国家。 他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可是真正的你到国外去走一走，我有荣幸哈、哦，常常跑国外哈、哦，到国外去走一走，你会发觉，哎，中华民国真的不是一个国家哎，很多地方可以证明呢。但是透过这些证明，我就越来越心慌，我也会慌啊。那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那我到底是谁？哈，有人告诉我说，去年有人告诉我我是日本人。 那更不可能啊！我从小就没有学过日语啊，我一句日本话我都不会讲啊，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我讲北京话，我怎么可能是日本人？但后来事实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朗。当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人通常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就是接受，我愿意改变；第二种，很惨。 他继续得斯格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会去攻击让他醒过来的源头。你会遇到很强烈的抨击，你会遇到两种状况嘛，一种说啊我知道了，我跟你一起来上课；另外一种是告诉所有周遭所有的亲朋好友，你们现在旁边出现了一个大骗子，他会告诉你他是日本人，千万不要相信他。他会找一群人来联合对抗你，你会越来越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用方法。 我常常讲哈，如果最好的方法带他去州里面，啊，或者是带他到随月园来，让他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从国外回来的硕士、博士，他们难道头壳都坏掉了吗？我们这样子会去学习、去了解，啊，我们会去让自己的这些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知识，我们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愿意去改变，难道我们都头壳坏掉了吗？ 各位看我像头壳坏掉的人吗？不太像吧。至少在台北，很多人都叫我连老师嘛。啊，而一个老师，他竟然他应该是会经过求证的过程。所以呢，我先发这个哈给每个人，有没有拿到这张？好，那麻烦帮我发一下每个人一张，好吧？告诉各位，让各位看。 很多事情都需要经过锻炼啦。在在发的过程，每个人一张就好。在发的过程，我跟各位讲，各位很难想象，我现在可以在台上跟各位侃侃而谈，聊三天三夜。我国小三年级第一次上台去演讲，第一次哦、喔。我规两支卡拢在揣呢。我妈妈是，我妈妈是伫个广播电台做节目主持人，哦、喔，所以就别跟我讲一定要上台去演讲。啊，我个性哦、喔，我的个性就比较内向嘛。 很难上台，上台以后脑筋一片空白。有的人就会这样子，有些人哈在写文章什么，他会情溢乎词；有些人会词溢乎情嘛。有些人他上台之后，他就可以侃侃而谈，不用准备。他天生的就是一个演说家啊。有些人呢，他一上台，我是属于后者。一上台以后，我准备的再好，准备六百个字、八百个字的演讲稿，结果上台以后一个字都记不起来。我第一次上台演讲哦，我就是这样子哦。 背得很熟哦，六百个字演讲稿，然后上台以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定觉桃起来，跨这，规个开一点撮弄不要讲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真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然后老师一直鼓励我，妈一直点头，这样我就好、哦、叫我点头，我说哦，要再讲一次，我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过几届，起来把这个一起撮，三分间鬼，老师功你也在这来，第一届，啊、哦，我说我再也不要上台演讲了，小朋友经过这样嘛。 害怕嘛？我再也不要上台演讲。我妈说不行，你一定要上台。能力是后天培养的，经过学习，你一定可以的。四年级叫我再去参加演讲比赛。即刻来，搞到跑去秀姑兰溪的西边，秀姑兰溪的西边哦，看着所有的石头，你讲黑头是听众，你就对着石头讲，啊，闭着眼睛都要可以讲就对了。你跟他讲哦，你拿跟丢？你闭着眼睛讲都没关系。所以这次呢，我准备好了。 一年之后，我准备好，我又上台去演讲了。各位，我这次有没有把讲稿讲完？有，可是那是五分钟的讲稿呢、欸。你知道我几分钟就讲完了吗？一分半，哒哒哒哒，我紧呢，用杯嘛，杯碗都落来啊，嘿，就这样子练习，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到今天可以在台上，我可以上九天的课程，一个 Seminar 哈，九天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讲，所以台上三分钟，台下要不要十年功？ 所以我告诉各位哈，你在看这些资料哈，你一定有一些事你要看清楚。第一个《新台湾论》，《新台湾论》；第二个《台湾战争史》一到四册，这五本书，你一定要把它都念过，至少啊，秘、哦、书长说要看过三遍，你才有办法哈，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哈，立北弃勇哈，这个你在跟人家讲的过程哦，就被人家射回来，然后自己受伤。 你会练成铜筋铁骨，他在讲什么，你都不会被他影响。我们看后面呢，第一个证据一，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号，提告美国政府。各位知道，美国政府告我电容狗哎，电护不电容狗哎啦，美国政府很少给人家告的。那我们为什么有办法可以去提告美国政府？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过，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接受我们的提告就好了？ 以贱护博电容狗为啦，为什么可以成案？为什么在地方法院，哈，可以一级一级上去到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到穷南台湾那里哈，可以告到最高法院？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过？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四号可以提告美国政府，而且可以成案，这就是很稀奇的，这、就是证据一。二零零九年经过了哈快三年的时间，我们高等法院的判决啊。 各位看高等法院的判决，第一个，现在是六十九年了哈，我们去年印的是六十八年，六十九年来，奔头台湾狼没有国籍，无国籍，一个一个去思考，他判决下来，告诉你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这代表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中华民国人？你在中华民国，你去告他。 他最后判决告诉你，你无国籍，这是美国判下来，最高法院判的，哎，高等法院的判决，他告诉你本土台湾人无国籍。那请问一下，本土台湾人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不是嘛？用这样推论，下一堂课哦，潘佑谦潘老师会很清楚告诉各位哈，怎么样解中华民国给你的那些思想的毒哈。所以哈，各位辛苦一下，你今天既然哈，你想要帮助我们本土台湾人，让他们醒过来。 让他们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里面醒过来，你就要真的再认真去了解一下这些逻辑、这些概念。詹姆困惑不？我们潘老师哈，我们拍友圈呃不是那潘廖潘议长他说每次来第一天晚上都睡不好，诶，可能打刚弄也在抱着太太睡觉这样，突然太太没有抱着睡觉就睡不太好，没有了，开玩笑，来这边真的不好睡嘛。 你比如讲，可能睡困，碰床，本上困那个木板床，哈、哦，真的，要是我，我也睡不好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坐在这里？如果我来这里睡不好，然后睡一整天，那你不如在家里面好好睡，对不对？所以再怎么样，哈，提些牙签，哈，吐掉嘞，哈，其他你都爱它上完了好不？哎，我也尽量讲生动活泼一点，有趣一点，让各位哈，不要一大早就开始睡哈。 这个两个小时睡完了，再接下来睡两个小时，刚好吃午饭。吃完午饭再睡个午觉，嘿，再去老师的分享，唔在呢。嘿，周公搞我公也精彩，为我们怎样老师的分享。所以各位开始去思考，第一点，美国已经告诉你了，奔透台湾南部国籍，这是高等法院的判例。你可以问他嘛？美国判你哈？美国我们去告美国，为什么美国判我们没有国籍？那请问一下你的朋友，他怎么解释？ 奇怪呢，中华民国不是我们的国籍，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国籍？第二个，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哦。啊，中华民国是不是这个政府？看起来是呀、啊，它有没有三权分立？有立法院，吼、哦，有行政医，还、啊、有考考试院。 好，都有啊，监察院他无权呢、欸。既然这样子，为什么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呢？那中华民国在这里，他管谁？各位知道吗？他管中国人啦，本土台湾人不是他管的啦。那管中国人就很奇怪了。这里我就要跟各位分享啊、哦，去思考一下哈、哦，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台湾民众会主张是，咱有读到无？有啦吼。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那咱为啥物买写国际地位正常？啊，相公的，相公，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无正常。各位知道这谁说的吗？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美国，对，没错。美国说，我们现在要诉求的就是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美国说，我们的国际地位不正常。啊，美国为啥物有五、這个？ 有即个嘿、那個，诶、欸，会使安尼讲，讲咱的国际地位无正常。好，对你慢慢就会了解了。一问一答可以去问他，你可以这些都可以拿来跟他讲，每一个点都可以跟他谈。我是学辩论的，每一个点都可以跟他谈。国际地位正常化，那国际地位到底怎么样正常化？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哈仁川亚运昨天开幕。 哦，他说中华代表队有史以来最多的，超过四百个人的代表团去仁川亚运代表要比赛，请问一下，他们是台湾队吗？不是台湾队，那他们是什么队？中华台北队，中华台北队啊、哦，因是代表中华台北队，因是摕中华民国的国旗去比赛吗？因那丢冠军，因讲要摕十面金牌嘛，那丢冠军摕金牌，干么在升国旗？ 把把那个盖起来，升日本国旗升美国国旗升韩国国旗台湾可不可以升台湾的国旗台湾有没有国旗有啊。那底下仁川亚运得冠军，我们要升奥运的五环旗，五颗圈圈，谁认识？啊，放的不是中华民国国歌，放什么国旗歌？谁听过？哎，奇怪啊！为什么叫中华台北队？各位有去思考过？台湾就奇怪呢，参加国际比赛不能叫台湾队，不能叫中华民国队。 那叫中华台北队，各位知不知道？我们问过英文老师，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叫中华台北叫怎么翻译？Chinese Taipei 吗？对不对？错。完全的完整的名称叫做 Chinese e x i l e Government in Taipei。什么叫做 Chinese e x i l e Government in Taipei？各位知道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应该你用外公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这里下面艺术。我们推到我们从别的例子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很强，对不对？德国是那个嘛轴心国嘛，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嘛，他们三个国家就要打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是吗？他们很强。 他有没有在欧洲横扫整个欧洲欧洲大陆？有没有打败法国、波兰啊什么这些？哈、哦，以前的欧洲的国家有没有？有啦，他横扫所有的国家，这些国家开始绕跑，他们的政府要流亡。我外国家，我外国家去我们见面，我这边怕输，我先造嘛。哦，潘，我们潘玉长他在讲，怕输遭殃，怕输遭殃。中华民国嘛，就讲那怕输遭殃，所以中华民国嘛，怕输遭殃嘛，有先造嘛。法国跑了。 法国流亡政府，各位流亡，你你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 法国流亡政府绕跑到哪里？各位知道吗？不知道哈。好，我们这堂课大家都很很新，brand new 哈，都是还没有学过很多法理哈，我就尽量讲的比较浅白易懂。二次世界大战只要打输的国家，他就要绕跑，这个国家就要流亡，他就要找到另一个国家去寄居，像寄居蟹一样。 他要先寄居，他要等到那个战事恢复，战事打完了。因为一八三零年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有规定了，好，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我怕输啊，我去往接你啊，我要紧，主款果是我的。只，大家刚好恢复不是战时状态，者是在登记外国瓜所以他要先离开，但是他的政府要不要继续运作？他要为他的人民服务嘛？流亡政府有流亡政府的人民嘛？ 对不对？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有没有流亡到台湾来的人民？有啊，那些老兵多少两三百万人呢，不是吗？啊，所以法国流亡政府，他要找一个地方设置，伊还叉起牙讲，我今麦伫只流亡，你老上面需要服务，我会办护照，也是讲需要什么难民服务，的，你也在来这吹瓜，爱尔兰怎样讲，你就麦流亡你多威。所以法国流亡政府就流亡到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也流亡到伦敦，很奇怪，大家都喜欢伦敦，奇怪为什么那么一流亡去伦敦？各位知道吗？ 对啊，啊我我的意思是讲，为什么因为绕跑去伦敦？那也不要去别的国家，那也不爱法国流亡政府在那个美国纽约啊，波兰流亡政府在美国纽约，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都要去流亡到伦敦？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只有伦敦还没有被德国打败嘛，伦敦还在跟德国战嘛，还有隔着英吉利海峡嘛，啊，伦敦有美国帮忙嘛，所以看起来伦敦可能较可靠。无安尼流亡政府啊，那中华民国，比如讲哦，伫遮日本，咱迄阵呐，日本军那个伫遮。 哦，阿、啊、里也在流亡哈，能干各种关去菲律宾各种关去关来光去，阿里就麻烦了。那个人家千里迢迢坐船来到台湾，准备要申请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流亡政府的护照，准备要申请，结果来了以后，诶，流亡政府又流亡了，不绕跑啊。所以他们会找一个比较稳稳当的地方去流亡。好，各位去思考一下哈、哦，波兰流亡政府流亡到伦敦，法国流亡政府也流亡到伦敦。 啊，伦敦我们现在切三地，一地是英国的，一地是法国的，一地是波兰的，安掉无？对不对？不对嘛？怎么可以这样切？伦敦是谁的？英国的啦，阿、啊、所以伊是寄居在那里嘛。他寄居在英国。好，现在法国流亡政府他，他要选临时总理，他要选临时总理，他会以当地。 现有的法国人来推推举，还是说他会请伦敦市民？你们打个大家来帮我投票，帮我选，哈、哦，我的流亡的法国总理。他会不会叫伦敦市民去投票？不會,不会嘛？伦敦市民也不会鸟他啦。我跟你讲，今天苏格兰哈、哦，他不是在选要要不要独立，对不对？他叫美国人去投票，美国人会不会理他？不会啊，干嘛要去投票？ 你苏格兰要独立关我什么事啊？而、啊、今天中华民国在选立法委员，中华民国在选什么九合一选举，他有没有叫你去投票？啊干你什么事？你干嘛要去投票？所以我们不要去投票，各位知道？开始告诉朋友，你不用去投票，你只要是本土台湾人，你都不用去投票，因为他是选中华民国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你跟他讲，就像在法国伦敦，啊、哦，不是啊，在英国伦敦。 法国要选举，波兰要选举，他们的流亡政府要选举，不会叫伦敦市民去投票了。啊，那法国会不会好像比如说像西藏，西藏那个西藏的自治政府在德兰萨拉，他们已经在那边好几十年了。他不会说，我流亡政府在这里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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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属于我西藏的，我独立了。印度这个德兰萨拉现在变成西藏的国家，在德兰萨拉改名叫西藏，可以吗？ 不可以，法国他在假设哦，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德国一直占领巴黎嘛，伊就故就故拢不行哎，噶今麦拢不行，伊刚才在讲伦敦哦，挂一地讲今麦这个所在叫做法国，未赛嘛，伦敦市民也不容许他这么做嘛，波兰也不会这样做嘛，啊，为什么中华民国流亡来台北？全民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流亡流亡流亡到最后，那一股嘢台湾拢是伊嘅。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哈，它不符合国际法。国际法里面很清楚知道，流亡流亡政府哈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流亡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流亡建货金曼安安华家也在合法。中华民国到底要怎样才能合法？他不是一直说我要重返联合国，我要请大家哈怎么样台湾要独立什么？大家直在选中华民国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啊？ 承认占领台湾，他就可以合法了吗？也不行啊。对啦，他回去中国，他就合法了嘛。他有那个尬词，就去把习近平干掉嘛，对不对？真的啊？啊他，他习近平不要给他干掉，所以习近平在安排出路。既然哈、哦，本土台湾人醒过来了，知道说你中华民国一直占领台湾，所以他已经下面证据都有哈、哦。我们看到时候那个证据六就会告诉你了哈、哦。来。 再来看第三个，呃，第三个哈，本土台湾人到现在仍然生活在政治炼狱，这是美国宣判的哦。什么叫政治炼狱？为什么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请教一下各位，这几单就比爱代进嘞。南吉麦，根据国际法理，台湾国际地位要怎么样才能够正常？ 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啊、哦，生哥。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啊、哦，是要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的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有咱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有咱的占领权，安那才复杂，啊，到底是安怎？ 啊，无莫想遐济啦，反正你卖电话美国伫遮，咱目睭起起安尼，一日天嘛安尼过生活安尼。人美国都拢都拢讲啊，讲咱伫咧政治炼狱咧。到底什么叫政治炼狱？咱毋知影，咱家己是啥？我们认贼作父，我们在缴钱吼。比如说像以前古代的武侠高手，吼，伊拍输啊，结果吼，伊毋愿伊甲敌人个剑甲摕来家己切。 自家本来跟你讲哦，迄、那个、迄、那个人是你的敌人，伊甲恁爸吼，打、打甲就党伤安尼，所以我甲你训练好，你爱去伊报仇。结果那个敌人是他的亲生父亲，结果他就等着他陪他养育他二十年，看着儿子跟亲生父亲自相残杀，不管谁赢，不管谁死，他都可以遂了他的心愿。欢姐，恁不要讲，钟无极人爱戏，哦。这就是武侠小说的情节嘛。 电话比讲毋是安尼吗？我即摆共汝伺好啊，汝替我做兵，啊，汝若甲日本作战吼，不管象牙象书，反正拢是恁日本人抬日本人。各位，刚刚议长最后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对不对？这在佛教很有名的经典故事嘛。汝逐刚叫人起来抬猪，汝会上天堂吗？你打刚起来叫人，你就算汝是抬猪的，逐刚起来呃叫人起来念佛，汝嘛会上天堂、啊。 所以我们要存好心，做好事。所以跟跟各位哈，每次我都会问各位：做对事情比较重要，还是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我们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请问一下，啊？哦，都知道做对的事情嘛。错的事情，你一直把事情要做对，到最后会变对的吗？我们眼睛把就 K K 嘞，反正用中华民国一直管两百年、三百年之后，我们大家也都忘记我们是日本人了。 是吗？是这样吗？啊，我们就会变成中华民国人吗？两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五百年之后，如果中华民国还在台湾，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正常的国际地位。你以为中华民国是自动退出联合国的吗？拍谁哈？我们告赢美国之后，我们所有的机密档案很多都揭秘了，我们是被踢出来的，因为全世界都承认。 管理十三亿人口的唯一的合法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刚刚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是，哦什么？我们的呃领土主权基于全中国，然后我们的治权只有在在台湾，然后中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讲，哎他们的领土主权基于台湾，但是治权只有在中国，哎每天在玩这些文字游戏，好你搞不清楚、啊，那在台湾就骗你，你是中国人。 所以你要当中国兵，啊，我们要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他们一天到晚就在跟你讲这些，一直在跟你洗脑，所以你到后来你都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历史。郭宏斌郭老师哈，我们的历史教授，他很清楚告诉你，早在十六世纪哈，台湾就已经被日本统治了。十六世纪四五百年前，这是真呢，尹为勋。 荷兰人呐、啊，西班牙人呐、啊，一来个台湾哈，哇！他们在讲好漂亮。这次现在高雄那个我们的那个诶、欸，美国的我们的好朋友哈，也在美国这样子，也来台湾这边讲，他也在讲好几百年前的福尔摩沙。看到台湾说福尔摩沙很漂亮，看到台湾有蔗糖，看到台湾有梅花鹿，哇！荷兰、西班牙那边冬天很冷，他们需要鹿皮，他们需要蔗糖，蔗糖在欧洲那时候比黄金还贵，他们就跑到中国。 我想跟你们进贡，然后呢，你给我做贸易，我买你的鹿皮，我买你的蔗糖，我自己种。结果中国怎么跟他讲？四四五百年前，十六世纪，啊，台湾不是我管的呀、啊，台湾又不是我的，啊，台湾不是你的，啊，那我要去找谁？我要进贡给谁？各位知道那时候台湾是谁管的吗？日本的幕府将军。你不能幕府将军。 所以他进贡三万张鹿皮给日本的幕府将军，可以在台湾做贸易。台湾在十六世纪日本刚来的时候，也跟台湾哈有做沟通跟协调，因为台湾那时候有一个王朝叫做大渡王朝，那台湾得一点哦，叫大渡王。大渡王哎，在台中大渡，在历史都可以去找到哈。我们潘议长以上告诉我们，我们的母语是什么？各位知道吗？闽南话吗？不是啦。 我们的母语是希腊雅语，各位有没有听过希腊雅语？没有，因为没有文字做传承，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做传承，然后呢又一直被汉化，所以希腊雅语已经失传了。真希望希腊雅语以后可以恢复，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的大都王朝，我们的祖先他们用的是多美丽的语言，这都是我们的历史。 你在历史书上念不到，可怜哦！那台湾的音呢？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跟各位这样分享？为什么我会这样一直跟长辈学习？台湾很多历史都变成口述的，没有文字的，都断掉了。我们台湾是很可怜的一个海岛，经过外来的政权太多，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就按照国际法嘛，按照战争法嘛。 按照国际承认的法律，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回到国际地位正常化。日出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请问一下哈，我们台湾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啊？哦，啊，嘿，所以恁大家拢我怎了解啊？照理讲，哈，下一堂课潘老师就给各位看真实的哈。 我们在那个什么一个渔港那边问到一个老伯伯，伊讲伊两会在地造防空洞啊，哦，啊，咱两家问讲，你两会你造防空洞，你有记忆哦？伊甲你讲有啊，啊，谁来轰炸我们？日本啊，啊，迄、那个时阵台湾是怎管的？日本啊，哎，安尼讲有一矛盾的呢，日本跟台湾，啊，日本来炸咱台湾，你敢有听过安尼？ 你有听过这样吗？你自己的家，你自己派台轰炸机来炸你自己的家？他真的这样讲？你们下一堂课你会看，这很悲哀呢。老贝贝他讲说，我小时候两岁，我有跑过防空洞啊，有啊啊，谁轰炸你？日本啊啊，那时候台湾是谁管？日本啊，日本管台湾，日本为什么会炸台湾？怎样？讲、欸、不出来，这很矛盾哦，因为你受了很多的奴化教育，这些奴化教育就一直骗你。 一直骗你，一直骗你，让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各位要知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是在台湾呐、啊。所以离开台北都不是中华民国管的。所以他为什么永远办法没没有办法过浊水溪？咱南部的人哦，他清楚历史呢。咱北部的人哦。 被中华民国教的哈比较笨呢。我们常常天龙国哈，我在台北常常天龙国说我们南部的人很笨，我发觉是北部的人比较笨，好，他们一直被骗呢，所以像南部的人都不会支持，南部都支持本土台湾啊，也搞不清楚啊，说哦，民进党是本土台湾政党，错了，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进党都是中华民国的，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各位，刚刚我听我在讲，你们有没有记得？一八三零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有两个规定，哈，国际开始承认这个战争法。第一个叫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二个叫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所以拿破仑那时候就算打赢英国。 英国会是变成法国的吗？不是。从那个时候，世界开始有一些世界的秩序。如果如果拿破仑打赢了英国，英国变他的，这个世界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你知道现在世界哈土地最多的国家是谁？各位知道吗？当然是美国啊！美国只要美国很厉害啦。 每次都要讲美国，因为美国哈、哦，他的国际法就是我想守的时候就是国际法，我不想守就不是国际法。美国现在欠那时候欠西班牙很多钱，所以呢，他决定打一场美西战争。按、啊、美国跟西班牙打谁赢？美国嘛，西班牙就把四个地方给美国。各位都有听过，一个叫古巴，一个叫做关岛，一个叫菲律宾，一个叫波多黎各。 这四个国家，如果那个时候占领可以移转主权，这四个国家现在都是是不是都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周五十二周五十三周，五十四周对不对？那时候美国打败日本，那台湾是不是被美国的第五十五周是不是都变成它的一周？啊，美国打败伊拉克，伊拉克是不是变美国的？所以一八三零年拿破仑战争之后，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这个时候哈，一占领就要成立民政府，所以一占领伊拉克就要成立伊拉克民政府，一占领台湾就要成立台湾民政府。他有没有成立？那时候他们哈一占领叫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派蒋介石来占领台湾，他有没有成立台湾民政府？那个时候有了。啊后来哈，他想说世界局势很混乱，南北韩战争什么，他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偷偷的把台湾人哈说全部哈规划成为中华民国，哎、欸，规划，他有没有征求你的同意？有啦，你那时候都要签签那那些书面，说我要改成中华民国，但是那个叫做征求同意，他拿来枪抵着你的脑袋，你不规划成中华民国，我就让你二二八，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就这样，本土台湾人哈。 只要知道自己是谁的哈，跑到日本、到美国去抗议的哈，他就活不下去了。我们那时候很多的教授都跑到国外去，就不敢回来了，挤出去了。我们刚等啊，他怕回来被清算。所以，我们我们的民政府的第二个主张，我们现在只有这样子，不要再讲什么情感台湾，台湾到底是谁的？这样，台湾的民族性比较像谁？ 也不要再讲政治台，台湾那个政治语言都是口水战，都是烟雾弹。我们讲国际法，所以呢，我们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战争法，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民国不跟你讲旧金山和平条约，甚至中华民国民进党里面都有高官哦，都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失效了。 我请教一下各位，宣言，啊，波茨坦宣言，啊，还有那个什么，哎、欸，三个罗罗斯福，哎、欸，泰森他们在罗斯福那边签，啊、哦，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这些宣言跟条约，哪一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你都知道嘛，哈，我们都知道嘛，那为什么会有宣言？我要给那里问起麦克阿瑟。 我就买啲帕子本，我做一个宣言。我现在占领日本，我要把日本天皇哈赶到什么北方四岛啊？这叫宣言。我打赢了日本，我开始订条约了，那个条约才有效。那时候如果条约说把日本天皇要赶到北方四岛，日本天皇他们也签了这个条约，日本天皇就不能在日本了，他只要跑到北方四岛。这叫条约。宣言，打仗的时候宣言也在我画，像熊多，像怕人画一朵熊尊神。 打完仗以后要订条约。一八九五年，日本跟中国，日本天皇跟中国的皇帝陛下，他们有没有订《马关条约》？各位记得《马关条约》吗？日本叫《下关条约》。他们定条约什么？日本打赢中国，所以呢，中国把台湾、澎湖。 辽东半岛无条件永久割让给日本，这叫条约。所以等一八九五年，伊都个台湾、澎我个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所以现在台湾、澎湖、辽东半岛都是日本的，对不对？不是啊，哎、欸，我讲的那种陷阱，因为跟您吐槽，拍谁哈？辽东半岛不是啊。 后令可以压前令，不到十天，他又订了一个叫做《辽南条约》。《辽南条约》规定，把辽东半岛，哦，除外，台湾、台湾跟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是中国的，啊？为什么？为什么《马关条约》订完以后不到十天又要定一个《辽南条约》？啊？为什么《马关条约》里面定台湾、澎湖？哦，《下关条约》啦，哈，我们讲，我们现在日本，我们要讲日本，《下关条约》定说台湾、澎湖。 跟辽东半岛都是给日本，那、啊、为什么十天之后要定一个辽南条约？说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台湾跟澎湖才是给日本的。韦香蜜，我现在跟各位讲的都是过去的历史，是实实在在记载在史书上面的，大家都知道的。哈，有没有去想过？ 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一八三零年之后就不可以割让。那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于哈有 title、有 right、有 c r i m e 所有的权利主张跟明示请求，通通都有。意大利那时候对索马利亚订条约。 哦，他放弃对索马利亚的 right 跟 title，为什么不用放弃 c r a m 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所以各位今晚都要了解啊、哦、哈，我都要都要啲讲哎，讲阿今麦，你要了解神圣不可分割领土跟殖民地。我现在又讲到第二个哦，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不能分割，殖民地可不可以割让？可以。所以台湾那个时候在满清。 在清朝的时候，你就知道台湾到底是清朝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还是殖民地？啊，殖民地啦，你就了解了，因为它可以割让嘛，它可以永久割让给日本嘛，啊，所以后来蒋介石一公，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要废除下关条约，把台湾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他可以用水公讲的，我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可以废除吗？咱说还不是历史都有读过，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让台湾重回中华民国的怀抱，不是吗？让读给留书嘛。他说下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嘛？啊，请问一下啊，两军交战，美国跟日本打仗，美国订旧金山和平条约，它是平等条约吗？懂了吗？不平等，怕的人讲会较大声嘛。 你不判言清朝，日本天皇打打败了清朝大皇帝，他定条约会平等的吗？他难道说，哎，日本进贡给那个中国四千万两，中国进贡给日本四千万两，那干嘛要定条约？嗯、哦，我叫平等条约，无、嗯、输你赢，那干嘛要定？给呀给哈，准安尼再来再给安所以当然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啊。啊，条约要废除要怎么废除？ 也在蒋介石底下画炮拉线，他直接声明：我做一个声明，我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废条约就被废除了吗？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你有没有看到那时候辽东半岛要回给中国？要不要再定一个辽南条约，去压那个下关条约，才可以让那个辽东半岛都回到中国的怀抱？啊，台湾澎湖继续割让给日本。那。 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日本在台湾建建设。下午徐歌林徐老师，他就会让你很清楚看到他这样的建设，哈、哦，日本那时候对台湾的建设。所以在一八一九四五年呐、啊，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他宣布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日本的帝国宪法旧宪法，他宣布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好，从那个十点开始，从那个十点开始，可不可以再定任何像下关条约这样哈？旧、哦、金山和平条约可不可以定定说，把台湾割让给中国，可以吗？我们举前例嘛，前例那个时候是不是辽东半岛要割让给日本？大家都说不行，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对不对？从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 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从那一天开始，台湾可不可以定任何条约，说要割让给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吗？没赛呀嘛。所以定任何条约，不管哪一个国家，哈、哦，我管他那个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他定《旧金山和平条约》，他敢不敢说台湾割让给中国？他里面有没有写？没有啦，他完全没有写，他只是很。 害怕日本天皇，他把日本天皇的权力都吊起来了，suspend。所以日本天皇那时候暂时停止对台湾实行所有的 title，那个 all right，all title 跟 all claim。他只是暂时，啊、哦，被搁置他所有的主张、他的权利、他的名气请求。有没有那时候有没有指定说台湾要割让给谁？ 完全没有哈，完全没有，不要被中华民国骗了，这是真正的历史，这是国际法，这是战争法，这是万国公法。所以从台湾哈糊里糊涂的变成中国哈，我们从全部变成中国人那一天开始，哈我们就已经没有在遵守国际法。所以我告诉各位，第三个台湾民政府立场。 我不会跟你使用暴力的，我不不使用武力，因为你毕竟还是美国哈、哦，要求中华民国在台湾占领的，他有武力，所以我们不要跟他硬碰硬。我们今天秘书长每次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当革命先烈哈、哦，我们要当革命什么？先行者。我们是跟你讲正确的法律，让你知道说台湾现在到底是谁的，台湾现在还是谁的？台湾人是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吧？ 来卖公仔吼，很多人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情感政治嘛吼，情感就是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国宾饭店是住伫咧国宾饭店，的人客的人的对无？国宾饭店是啥嘅？吓，国宾头家的嘛。你讲有可能伫啊蹛房间住一夜，迄间国宾饭店都变利嘅，吼、哦。安尼逐家嘛要买住对无？逐港换人，换头家。台湾已经有主人啊，一九四五年嘅四月初一，四月初一。 台湾已经是日本天皇了，甲即卖国是日本天皇，永远拢是日本天皇的。习近平有走去日本，伊讲吼，阮即麦中国变有钱啊，伊去娶日本天皇哦。我们中我们中国变有钱了，我们想跟你买台湾可不可以？日本天皇很轻松的回答他，我们日本皇室吼，拢无滴白物件，卖敢那有送人呢？毋、啊、过台湾，我白送啊，哦，台湾不会送，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我们不使用暴力，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用各种方法让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其实中华民国本来有机会结束在台湾的占领了。那时候杜鲁门讲哈，中华民国呃蒋介石一家都是骗子，那时候就很讨厌蒋介石，哎，因为他们哈下一堂课再跟各位讲，他用很多的权谋跟技术了哈，学那个清朝的用很多权谋跟技术，然后把那个台湾哈变成那个中华民国哈。杜鲁门就说他们一家都是贼，所以就说要把那个蒋介石赶走。 所以他就去分问菲律宾，把他赶到菲律宾好不好？把蒋介石他们全家赶到菲律宾马尼拉好不好？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好嘛？菲律宾那时候也说好啊，菲律宾总统那时候说好啊。但是哦，你杜鲁门自己讲的嘛，蒋介石一家都是贼，所以呢，我可以让他逃亡啊，我可以让他流亡来菲律宾马尼拉，但是哦，只能流亡两天，只能流亡两天，两天之后他就要走了。 哎，伊就惊呢，菲律宾就惊蒋介石去马尼拉呢，为什么？伊惊伊骗住来，加国个马尼拉人民骗很多钱，所以他给他拘留两天，哈、哦，躲外国道跑。那时候刚好遇到南南北韩战争，我现在讲的这些都在台湾战争史哦，各位到台湾战争史都可以看到。所以他流亡两天，不是、啊，他那个战争史里面都有讲到这些细节，包括他怎么到台湾来的。这一堂课结束哦，让各位知道哈、哦，因为我们等一下休息十分钟再继续讲。 台湾台湾民政府最后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推动的事物不合作也不配合，不合作嘛，不配合？请问，咱敢敢爱替中华民国做兵？咱敢爱纳税吼？纳、哦、税金吼？咱替伊赚钱，我替伊算钱，啊敢爱纳税金给伊？所以我们对他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哈、哦，这是我们的立场跟主张。 啊、哦，下一堂课我们再来了解那些战争史到底对台湾有多大影响。我们现在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